所以古人讲仓鼠讲什么？诸狮种非此不能除啊，说它别有一种雄壮上行之气，就它那个气啊往上走，就能够帮助我们除湿，而且它能够彻底的帮全身呢把这个湿给燥掉。这个就是我非常推崇它的原因。它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我刚讲了它净化我们皮肤的内环境，所以当我们皮肤呢有一些东西，比如说是痰啊、火啊、湿啊，还有气血郁在这里以后呢，就会长东西，长疹子啊，长一些乱七八糟的。仓鼠的好处是能在里头搜刮，把这些不好的东西给搜刮掉，防止它们郁结在皮肤上造成问题。所以呢，我就用它做了一个可以喷在身上用的喷雾的身体乳。因为其实我最不喜欢洗完澡以后慢慢的去抹那个身体乳的，觉得很冷啊，所以我就一定要用一个喷的方法，全身一喷，喷完以后呢拍打一下就可以马上穿上衣服了。